看的有英文哦。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雷电》。我觉得这个真的蛮难的。哦，这些都不要了。哎，黑什么？从这么粗，到现在还干掉，只剩两个呀嘛。嗯，这拢无来啊。100个小时，这样不是这样很好上手，很难学会。Yo, good morning！ 我现在心情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兴奋。我在开车去接一个我的好朋友的路上，终于我邀请了我的好兄弟来上我们节目，一起来玩，体验一下第一等式的旅游。到，哎呦！哇！耶！为了你准备的，可以吧？舒服哈，在这边舒服啊，喝热咖啡。就我自己觉得，因为我们交情那么久，你应该会特别把我来的这几天安排的比较 chill 啊，比较放松啊，就喝喝咖啡啊。然后泡泡温泉啊，吃好吃的，然后等一下跟一些对，吃好吃的。好啦，我自己是真的蛮期待的啦，就是像认识你到现在，听你讲第一等的状况，然后也觉得说，就是真的，就是有时候看你回来受伤啊，我都觉得啊是真的很困难，还是小刚很厉害的。怎么会有笑声？哇，古坑的笑声！哎，你不是要帮我倒吗？有啊，给你两滴就够了。倒一下啦。哎，这咖啡很好喝哎，咖啡真的好喝。看在等你的时候，我已经喝了大概三杯了。你有这么缺咖啡？是不是？我说兄弟，今天约你在云林古坑碰面，除了品尝当地最出名的咖啡之外，还有另一种厚康暴力灾，据说一等就要30年才能品尝到这种顶级天赚的滋味。不过当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找得到，正所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次就交给我画鸡丸啦。站着也很舒服。我们其实在山上都会站着。对。干啥？对啊，我到这个年纪才第一次坐到这种车，主持人还应该最高端。我们小时候都这样。哦，这里很多的居民，很多的小朋友，他其实都是靠，都是吃槟榔饭长大。所以吃槟榔饭，其实就是家里面的生计都是靠槟榔。哦，好重要哦。咖啡比较盛行之后，就是因为咖啡它需要半日照，对，所以它就是变成底下经济，在槟榔的中间在种咖啡。其实人家说种槟榔会影响到水土保持啊，对，可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槟榔这个作物其实是实体实种，在我们山上其实有很我们的土表，它其实是石头跟土去混合的，石头多的时候它其实是靠槟榔树的浅根系去把石头抓住，那它就不会滑落。种槟榔树之后，其实很多产业道路上其实反而种了槟榔之后就不太会有落石，就被抓住了。那为什么以前会有这样子，就是说这个水土保持的误解？其实因为台风来，土石流发生的时候，它会因着河道滑落。那滑落的时候是大树跟槟榔它是交错下来的，对。可是当然我们不会认得出每个树种，大家可能就会看到槟榔，因为槟榔最好认，对啊，就是槟榔，所以槟榔是最变成罪魁祸首，占罪。对，没错。
要等30年才吃得到的天馔，就是人称半天笋的槟榔心。而身为云林在地土生土长的返乡青年阿玉，也为了一改大家对槟榔的刻板印象，进行了一连串的槟榔改造计划。不说你可能不相信，槟榔不但可以当铜碗，甚至还能制成木炭，保证让人大开眼界。来一颗，这一颗，这管了。哎，要带手，带一下手。要，因为这个哈，这个这个地方它是靠这样子转一下啊，然后这个地方，如果你的手不小心会被夹到，然后拉这个应该要伸到最，要旋转一下。我知道。应该行，越高它就会，它那个晃动程度会越，而且越重。对，如果没你没有短紧，可能你拉到一半它就掉下来，那就危险了。好了，你赶快用。把手关了，你让它休息一下。哦，很晃，很高，真的很晃。很重，拉那么高，跟在下面拿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还要再上去，然后它很弯的。对对，这样子割就可以了，这样子割就可以了。不要一直晃嘛，不要靠子，不要一直晃嘛你啊。穿的那刚用灯嘞。你的角度就过了，你的过已经过槟榔了。这个他可能要5分钟还没进去啊！我来先来拎咖啡哦。对啊，很晃。你人不要晃。我人没有晃。没有。我想，不是那么好控制啊！有了，没有。你的高度，刀子的高度有点不够高，再长，要再往上一点。好玩吗？试试看。如果真的不行，我们换上去。没事。那个站着就可以了。耶、yeah, ，大哥跨一步了。你不要跟我们晃晃。你不要晃。有了。先放下来，放到尾嘞。这样是不是有卡住了？有。好，然后手两只手往上。再下来喽。另外一只手也上，再上一点。对。然后同时用力，是不是？往下拉喽。它要掉下来喽。好。它会打到我吗？我会帮你接住，当然有可能，但是你要记得张开嘴巴，要么接，要么逃。好，要么接，要么逃。好，我们接。好，来，我们接哦。好了，八块的比赛。好来哦，一二三。我是世界第一的。哦，真正是黑到那地导游呢！没想到上河的卡丘这样你溜了，不枉费我请你来帮忙啦，嘿嘿。不过没有亲身体验，真的不知道采收槟榔竟然这么困难，不但考验体力、耐力、专注力，更要有眼力和胆识。倒是听大哥说要取传说中的半天笋，那可是更要小心再小心。槟榔有没有？这个香瓜小刚想要示范吃下去，不是啦。因为它槟榔其实外面看起来很硬，对不对？但它心的部分其实是软，而且很湿润，有没有？所以大哥刚才讲，就是砍下来其实方向会不太有办法确定。对，就是因为它主要，它这个里面有像软木塞的那种感觉。真的。对啊。另外一边也要切啦。另外一边切，让它切，让它倒这边。我选择是这边嘛，但是。这个太区块了，对，确定性不是很强，所以你们还是好后了后了。那大家就各自小心。树倒什么散？猴孙。树倒脑袋散。讲的好像你有脑袋一样。那我没有。以后真的要慎选来宾。来喽。好。往那边倒，我觉得这个真的蛮难的。哦，这些都不要了。那瓜瓜。从这么粗，到这个。哎，干掉。只剩这样子啊嘛。好，用手机从这带。连这个地板都出现，大家走了很自然，我觉得走很嗨哟。没事。的有英文哦。
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雷电。哦，有了，他开始往那边倒了，往那边倒了。对，哦，推一下，哦，有。哦，推一下，哦，有。呜，耶！要我们拉出来，要我们拿那个，哥哥，我们直接进去啊。还是我们拉出来？拉拉看。好，一二三，好，我们进去好了。来，想去试看看。哎，要从里面了。一二三，可以了。一二三，一二三。好，这样子再来切一段。哦，再切一段。这样子，这样拉的力量才不会那么大。对，没事，不要放弃啊。放弃自己。没事，不要放弃。喂喂喂！大哥，你调缸哟。人体问题。轻轻松松。对，其实很简单哎。对啊。放着它就往下沉了。哦。这个新的部分就是在这里，新的部分你就包在里面，是不是？对对对。哦，重点来了。真的很少有机会这么近的看这个。对对对，因为它都在顶部的地方。所以它这个大概是从这边到这边左右嘛，一半，大概在这样子。对，新啊，就真的能够这么小一节啊。然后里面的大概这么粗而已，因为你外面一层一层剥掉嘛。对对对，难怪那么少见。对，而且它很，难怪那么又贵。对啊，就一棵树，你看三十年。它最后能够留下来的只有就这样，然后这样出了三十年的青春只剩下这一节，对，所以它很珍贵。好啦，继续。原来所谓的半天顺指的就是这一节槟榔树最上端被叶鞘包住翠绿色的嫩茎，所以想吃到半天顺可没那么容易，因为必须将整棵槟榔树砍掉，所以通常是比较老、品种不佳、过于早熟或晚熟的槟榔才会被砍掉，当作半天顺的来源。你漂亮啦，这爱记个只，啊，这叫记个。哦，伊唔捌啦。记唔住。哎呀，我被乱挂。哇，你妈的，赶紧记啊！妈，我你有挂，记唔着啦。唔是这边，挂会较长的。哇。这爱记较起来的。爱记较起来哦。啊，什么？那包起来吗？没记掉无？没包记掉哦。没包记掉无？记掉无？我今日这样用毒的就使。好，那你嘛唔对，我顶工错安尼，伊嘛无甲我讲，啊，今日错安尼，只你当恁那边只来甲我讲。人太侪啦，才想要叫。你看我们做，阿丽跟我家姐。没有啊，你做安尼叫。啊，我若做不好，你就甲拍。搞拍。你对这样较高诶。哦，对这样。对。哦，这边看起来比较厚的。下刀。这要小心哦！对，你不要走那么远。可恶！这样子，嗯，我这个小王，你对他阿妈可以用啦，大家拢在看。你不要阻止阿妈教我，这是阿妈的爱。啊，过来，迄个爱刀把好，一定爱这这爱上刀。哦，这边就要这样才会一层一层，这样，安尼，修管了哈，修管了，不要紧，阿妈讲不要紧啦，别改，摕得啊，卖修修这样，第一次觉得有一种冲动感，哎，有这么难？没有，它其实不稳的，再按一下。阿妈，没关系啊，大家再看。留那个烂摊子给我，在那边。哇，阿妈偌疼我，还是用歹的所在先修好一样。拢你也讲。对，小心你的手，小心你的手。对，别慢行动。先剁一圈。刚才阿妈在做，你们在看。我觉得这个真的蛮难的。哦，这
这些都不要了。哎，那个，那呱呱。哎，从这么粗到现在，还敢钓？只剩这两个呀嘛，这拢无爱啊。咱不就久的，这三十档啊，存啊。对啊。阿妈下刀真的很稳。对啊，我就说阿妈手不难，你会觉得好像蛮简单的。不要给，阿妈不要给那种烟啊。我那香，臭豆的香的，香。哦。啊，那是大哥的问题了。哈哈哈哈哈哈！赶快去，这机器赶快飞过去。砸到了。嗯，他吃甘蔗较紧。比甘蔗还要紧。哦，这里哦，你看它这个，好美哦，有没有？一片一片的，这么软哦。这是我槟榔叶啊。闻起来是没有什么，吃起来很甜，真的很像笋。还好有阿嬷在一旁指导，不然这一支三十年的精华肯定会毁在我们手中。不过由此也更可看出半天笋的珍贵之处，如果不是熟门熟路的在地老手，想要顺利取出半天笋恐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倒是脑筋动得快的阿玉更将槟榔树发挥得淋漓尽致。像我们刚才去看到那个槟榔树啊，它因为里面比较软，所以他们就把里面的那个肉的部分挖掉，然后把土放进去，是，然后跟在里面种上一些多肉的植物，对，就变成一个植物的创作。像这种就已经是它老掉以后掉到地上，然后完全干掉以后，哎，是可以剥开，然后看里面的，对，哇，所以剥开前是完全不知道里面会长什么样，对，都不会知，就是对。不会知道里面的形状啊，它的有的比较圆啊，有的比较胖，有的比较小，所以还是要挑形状。哎呦，你怎么那么快啊？对，你看剥好了。哎，你也太慢了，我也剥好了啊。啊，你干嘛？你换了？没有，我剥好了啊。你看，有点幼稚。对，对。哦，哎，你那颗很漂亮，比较大。很无聊哎。好，因为我们今天有特定的大小，所以它会帮忙做一个钻洞的动作。OK， 那这样它穿进去会比较紧，这个就塞进去就好了。对，塞进去就可以，就稍微这样磨一下，让它不要伤到它就可以了。而且它的形是刚刚好陀螺，这是自己磨出来的吧？没有，它原本的形状就是这样。这么适合当这一颗比较轻，被槟榔耽误好稳哦。它中间那个圆心几乎没有在摆荡。对啊，啪啪。哎呦！哦，都差不多，对，大概喝长比较久。没想到吧，槟榔竟然可以制成陀螺，还能变成造景，让在场的大家一时玩性大起，玩起战斗陀螺的游戏。也因为阿玉从小就和槟榔树为伍，才能轻松复刻这些儿时的童玩回忆。然而最让人好奇的还是从未听说过的槟榔炭。现在这个老师是直接放进去就可以，是不是？是全部吗？对，这是槟榔籽，就是我们云科大的华安系他们有个特殊的技术，然后把它放进干锅里面，然后透过仪器去把它烧出来的。这么科技，它就碳化了。对对对对对。所以它也没有什么烟哈。没有，它烧的时候都没有。对，而且它温度非常高。有这么深哦？网络版的有英文哦，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我就不会错过大奖。最新最好看的《世界雷电》。其实我也蛮好奇，因为现在看到老师整个桌前的茶的配置啊，跟我们一般想象啊，想要泡茶泡茶，我就想的就是一个台子功夫茶，没有煮茶，然后那个淋在茶壶上面，然后没有一个水一直开。对，我们刚才在聊的那个比较是我们在拍脚头那种，就传统老人家，对，或者是或警察局，对，老一辈的人就会煮那种茶。我们也有哦，我们这里的男人就是煮那种茶，哦，就是把桌子都搞得湿湿的那种。对对对，就是你们男人喝的。那这种茶的配置是整个配置很像那种
人家日本的那种茶艺茶道馆的那种感觉，但那个会需要煮，他这样会不会觉得下面应该要有火？他其实不是煮，他是帮他保温。那因为我们刚刚说，就是我们这边泡的是红茶，那红茶它其实比较适合的温度大概是90到95度。是因为熟茶跟生茶的关系。然后你看它现在滚哦，因为它对啊，那个温度下面温度很高哎。对，我本身我是比较喜欢槟榔炭，那为什么喜欢槟榔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可以解我们农村实质的问题嘛，就是我现在如果我这个槟榔炭真的可以发展得很好的话，是那农民呢，他们就可以减少掉一些，比如说他们种槟榔啊会觉得很自卑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政府一直说他们不对嘛，那所以就是槟榔给人的观念是不是，或给人的观感，社会观感，对，也太神奇了！没想到槟榔炭高温又无烟的特性，让它成为茶席间最好的保温选择。听老师说，槟榔炭的发想来自于茶席上会用红泥炉烧炭温煮红茶，以前大部分是用国外的橄榄炭。想起山上掉满地的成熟槟榔，是否也可烧成槟榔炭？没想到真的成功制作出来，而且燃烧的过程中经过空气品质监测，不但室内空气品质没有改变，持热力也相当不错，更让人期待槟榔炭能开创出槟榔的新价值。这个是我们美丽的中破山，对，我们的主厨今天把这道菜变成了这个样子在我们面前。是啊，我们叫半天笋炒肉丝，这个是一般家里面就都会这样吃，对对对，基本上都会这样炒。那这个就是煮汤，对，煮汤，对。如何？很甜哎，而且它口感是笋子的口感，可是它的甘甜比笋子的味道还要多一点。那也没什么调味哦，没有没有没有，就一点点盐巴就够了。它原本的味道就够香了。这样炒啊，它把其他食材的味道都浓缩进去以后，它味道变得很层次很多。你的脸怎么？我刚才吃到一条肉丝，然后我觉得那个笋子的甜味是扒着那个肉丝，我刚才想说这是什么肉，怎么那么好？然后其实没有，这笋子的甜味没有，没有，这笋子的香味。你刚才肉丝有这么多，我刚才很忙，我刚才独白在里面这样一直讲话，讲话，讲话。太令人感动了，有年轻人的返乡加入，相信农村一定能展现出全新的样貌。只是话说回来，有人试着翻转传统产业，结合创意巧思，却也有人坚持古老技法，传承先人智慧，同样让人刮目相看。你没有带笼子哦？不是用放长笼？没有。我是找空啊，都吃。啊，你也无啊？哎，我放在车上。今天风很大，小刚在还没有抓到出笼前，直接抓帽子。哇，好冰哦！你看风有多大？我帽子从车里面飞出来。哇，这个飞得可以。抓土龙都是用笼子吗？哦，你就是用灯的啦。嘿啊，你做够有工，就是要这叫工。啊，这头一次看到这呢？那这可就是爱吹野坑，啊吹野坑做够个呛，啊呛个呛，咱再过去养活啊。就较早阮老爸甲教，阮爸爸甲教的，拢是这样。原来陈大哥就是中台湾赫赫有名的猎龙水行侠，手持五叉戟就能将躲在潮间带泥地里的土龙救出来。据说全台拥有这样高超技术的能人已经不超过5个，也让人更加好奇，这人与龙之间究竟如何斗智斗力呢？原地打，他这就是一种。
才讲的朝鲜蛋很奇怪，就有人被吸下去了。哇，那拜托你下次要无证言。天哪，别说上河，连我都快招架不住了。没想到土龙所在的环境这么险恶，先别说土龙本人我们见不见得到，光是要走进他的家门，我看就得费尽吃奶的力气。要说这一片潮间带会吃人，那还真不过分。一万多就光这样一条，不用处理就一万多，这一万多哎。好，往右，往右，往右，左边上左边。网络版的有英文哦，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雷电》。
原来大哥先前在洞里灌水，就是要摸清楚土龙洞的走向，研判他可能所在的位置，然后一插定胜负。说到底，如果不了解这片土地的特性及土龙的习性，如此的技法，一般人恐怕也是学不来的呀。你看大哥的叉子啊，有点像是他的手指头哎，看住了。对，他光用叉子这样子感觉，这样咬、碰、转一下，就好像我们进去哎，抠一下、摸一下，感觉到有。对啊，你看大哥真的是感觉到。然后很温柔的稍微转了一两下，然后就开始挖。对，真的很深哎。对，你看大哥那个杆子进去那个洞里。可是，哎，他就这样，哎有有，哎，更大只，呜，头部，哇，哇，这是很，哇，这一尾比较大哎，这一。你看我狗牛，嗯啊，超佩服大哥，不可思议，我都觉得这些土龙很衰，碰到大哥，而且这个方法到底是谁发明的？才会每次拿叉子在海边这样咚咚咚咚。哎，我跟你讲，很多传统这种就是捉蛙采集捕捞的方法，都是你没有想过也没有看过，但是他就是少数还有一些大哥或者少数一些家庭有这些能力，对，还有这些能力保留着，他知道怎么去做。有很多人都是用这种方法，是跟我们而已。我两个三亚的，我就想到你可以练。对嘞，所以你是个抓土龙的天才。啊，像今天风这么大，那夏天又很热啊。哦，对，夏天很热。对啊。啊，东北季风又很冷。对啊。啊，可是你们没有想过放笼子啊？两个贼。袂较紧。袂较紧吗？你来讲，你做要起门，只安尼进门头，安两两尾啊。啊，你那笼子多放几门啊？嘿啊，但是咱用一种的哦，传统的哦，咱家己靠爸。哦。比较也习惯这种方法。对啊。哇，这个就是确定会有，知不知道多少？对。像我们找到洞，对，那个呛吗？哎。那呛，咱靠爸放起来，你要一种，你要看。看难，真的完全看天的。对啊，那海水涨潮来游进去，比较钓啊，对啊，所以东西就较无怕。不捉则已，大哥一开壶就连下两成。两指粗的大尾土龙王至少要长五年以上，生长速度不止慢，想逮它更是难上加难。正所谓物以稀为贵，也难怪土龙会成为食捕传说，不少人都想一尝顶级龙味。这个也是你想丢的？啊，有看到背上有那个洞，对不对？太大了吧！进来，真的，我们，对呀，真的，这条是全金的。对啊，哎，就素颜的。这种刚就旧了，就旧了，才能抓到。这一条几斤啊？一斤多，愈大要介绍愈好。算斤的还是算硬的？算硬的。这条差不多会使一万多了。一万多就光这样一条，不用处理就一万多。这个一万多哎，一两四百。啊这，哎呀，拢头四百。但越大的一两头越贵啊。哎呀，这一两头几千块的呀。我查下水。愈大买愈贵，啊愈好买。一两四百，甲一两几千。土龙的学名叫波路斗齿蛇鳗，又称尖吻蛇鳗，尾部呈现圆锥状，强劲有力，可急速往泥土里钻，瞬间消失无踪，所以才有土龙之称。相信土龙泡药酒或土龙炖药膳的料理方式，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不过听陈大哥说，还有一种他们小时候才有的土龙吃法，保证大家一试成主顾哦。大哥，你细汉时阵，这敢常常去食？较早都无冰箱，啊，我妈妈伊就是原来拢用安尼。哦，因为没有办法保存。就不知道有一种感觉，好像有点可惜的感觉。对啊。但又很期待它的味道，过麻油很补。你看你会不会试一试？好啊。好，我想不到。好。你要怎么回答？有没有补一下？好哇，很香，很香，那个鱼的香味，直接安下了是吗？嗯，直接安那里。大家这个卡少了，嘿，卡少这里。哦，这个小块鱼它就连中间骨头都可以吃掉。嗯，麻油香跟姜丝香味。
没有虾味鲜牛油。你说口感还是味道？口感，味道有点了，就那种海味啊。对，而且这真的超刷水的，这个很下酒，可能用这个下酒是不是有点奢侈？下酒加胡椒粉，哇，不得了，不是辣椒酱哦。但这一盘，如果拿这一盘配酒，你可能会喝水，对，可能会比酒贵，一定比酒贵，但你可能会没钱买酒，就只能喝水。好喝，真的中间骨头没有，中间骨头全部都可以直接吃下去。素炸土龙虽然是很奢侈的吃法，但也真的太刷嘴太好吃了吧，完全颠覆一般人心中的料理方式，也难怪大哥会从小时候回味到现在。不过西部沿海让人吃惊的可不只有这种特殊的猎龙技法，还有一样全新的海上运动正在崛起。教练，这个正式名称到底叫什么？它叫风翼冲浪，在全世界大概只有3年的时间，所以全台会玩这个人目前还很少。那全台也只有这边有做风翼冲浪的体验。我们是用这个板在冲浪。哦，这个板啊？对，而且它这个跟我们想象冲浪板也不太一样。它是整个板子悬浮在水面上的，啊，这水翼是在水面上，板子悬浮在水面，它整个在下这样下浪是无声的，切着水在走。因为这个是切水面的，对对对啊，所以说你等你上来以后，整个板子那个水深都不见了，你会觉得说全世界安静了。我们风翼很简单，它这个是充气的，全部是靠充气，里面靠气囊撑开，手绳，哦，是绑手上的，主管、直管、翼面，还有手环，啊，这个手环的话，我们叫中央把手，对，两个中央把手，一个前把手，两个后把手，这样而已。它是很好上手的一款。运动，你像我风筝冲浪的话，我们大概，学到可以滑来滑去，大概30个小时。OK。那这个要学到说板子可以悬浮在水面上，要100个小时。要100个小时。不是说那这样不是这样很好上手，很难学会。等一下应该就会懂什么意思。教练，我们真的是不了解你的明白呢。听说这种风翼冲浪是一种同时使用风翼及水翼冲浪板的水上运动，因为风翼和冲浪板不相连，冲浪者需要把双脚固定站立在冲浪板上，并用双手控制充气式的风翼，借助风力才能在水面上滑行。好，往左，起身往左，好，回正一点点，回正，往下推，对，有回正，再往左一点点，往左，对，可以，太大了，回正一点点，对，我好难控制一点点的位置，对对对对，你应该后手下面一点，因为你比较高，后手，对对，力道会比较大，对不对？哦 ，OK， 有没有感觉？有，加速，加速，加速，就在横移这样子加速，回正一点点，回正一点点，回正一点点，可以。可以，回正加速就回这样子嘛，回正整个回正，回正，回正，回正就对，好，换手往右，换手，我应该先换，对，他会撞到自己头，对，好，往右，哎，右，左边放手，不要拿，你不要去拿针，他放手他就没事了。刚才没有啊，没有风，不是你往右，你右手往前推了，风筝就当然是往后拉，你不是往后拉，往右是往左拉，我懂。现在因为你知道现在的状态是所有的左右都是刚好相反，对对，所以你要稍微适应一下，你哪边低回正的时候，这边比较低就往这边推。这边比较低就是往这边推你不要去管左右哪边低，要我懂低的意思了，我懂低的意思，风筝往哪边倾斜就往哪边这样最安全，低的意思是风筝往哪里倒啦，对对，不是说你的左右手哪边低啦，逻辑好像很好，对，这不是逻辑，是方向性，对，你自己要知道现在怎么控制这个，对，这个要练习一下，对，要感受一下，往右，对对对对，对，没有错，长一点，不错，回正一点点，回正，对，往右，加速，回正，
对对对，好，回正，换走往左。往左。哎，好，哎，不错。比较有概念的，看了一次有概念的。对对对，看着在后面偷学。对。往左固定，方向固定，哎，方向固对。那你的加速，你的脚身体要转正。身体要转正，不是，身体要转直。哎，对对对，好，往左。往左，哎，往左，对对对，加速，对，疑惑，加速，对对对对，你往下拉了，嗯，你往左对，嗯，往这边拉，哦，往侧拉，你刚是正拉，所以它会回来，哦，那你回来会往下走，嗯，我会往下走，对对对，往右，往下风处走，哦，我说往下是上风跟下风，哦 ，OK， 不对，好，这样准备可以下水了，这么突然，对，我不是才碰一下吗？果然是很快上手。虽说是很好上手，但是为了我们菜鸟的安全，体验课程是使用 SUP 在滑的桨板，而非正式的水翼冲浪板。而且听教练说，咱们所在的云林三条轮海水浴场，因为全年风力稳定，不但是全台乃至于全东北亚最适合风翼冲浪运动的场地，同时也很适合玩风筝冲浪。只要每到假日，就可以看到各路好手齐聚，享受冲浪的快感。想体验的朋友来这儿就对啦。你真往左，你真往左，哎，对，往左，你是不是感觉到感觉是整个往左过去了？再往左，你真往左，对，是整个往左了。对，好，回正，回正，它会往下风处，是不是？你看感觉很简单，就是往下风处了。对，好，换手往右，换手往右，对，是不是？感觉很奇妙，嗯，还我感觉上好像因为你看不太到方向的感觉，对，然后你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我这样拉这样是对还是不对，然后你怎么感觉我往左还是回正什么，它其实感觉都有受风，嗯，感觉都有阻力在，但是哎，又好像没有什么在动，所以入门的意思应该是可以动，你们已经会动了，已经会动，我们已经很快，我们已经入门了，很好入门，但很难上手，好像可以了解，好像觉得是这个意思啊。原来只要风力稳定，让桨板移动并不困难。但是如果要像真正的好手，让水翼冲浪板悬浮在空中，高速破水前进，甚至像风筝冲浪一样做出高难度的跳跃或旋转的动作，那可就不是三两下的时间可以学会啦。好，好，站起来，先站起来，先站起来。对，好。重心往后，对，人稍往后仰，对，可以，好，往左，起身往左，好，往左，对，稍微重心再蹲低一点点，好快哦。鲁班的有英文哦，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雷电。往左，对，往左，好，哇，加速，往左，加速。我刚才看到就是这样子，对对，就这样。有啊，好，回正，加速。教练，你刚才讲加速就是
下拉，下拉，下拉，让它正面受风，然后向左就抬起来。往左，让你往左也可以加速。哦，一样是。往左，往左，再往左，好，加速。哦，有没有？它加速以后，它整个板子会切过去。好，回正，下针。那下板你要过去，下板下板来。哇，我就这么快，我们到那边三十秒，我们都走了，走路要好几分钟。站着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就那个力道啊，还有风的感觉，用那个阻力来控制整艘船还有重心，好像风一样的男子。看着一旁的学长姐们展现风翼及风筝冲浪的技巧和姿态，我们只能在一旁默默的赞叹，真的是太强太美了啦！也期待咱们台湾有这么好的环境，能有越来越多人喜欢跟投入这项运动，让我们在国际上能不断的发光发热，与我的好兄弟上河的冒险旅程未完待续。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8点28频道，世界一定。